伤口目前状况还好？大概两天前有去这个医院想要拆线了，但是发现这个伤口目前还没有愈合。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大家都不太需要担心，还算是强壮的，还有力气可以进行这个公益活动。像昨天对于大安分局的处理，还是有意见的？目前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就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希望尽全力的全心全意的去投入这个公益活动，所以大家可以不太需要担心哦前几天发生的事情。那我想请问一下，上次有说是绝对不会和解嘛，那有没有私底下收到对方的道歉之类的吗？目前没有，但是我想就是呼吁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就是知错必改，那我希望就是这个黄先生也能够知错必改，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公益活动。警方有发声明说泡茶桌的照片是超哥在等待律师，你怎么看泡茶桌？这个我没那么了解，因为毕竟我人不在现场。那警方今天也有发声明说到场是没有打架的，那针对冤情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我想就是网络上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路人有录到这个画面，所以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素材去了解一下当时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双方的一个立场可能不同，如果说还没有完整了解过事情的事发经过，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误解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也希望就是未来大家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可以多多小心一点，如果说遇到一些不太对的状况的时候可以多多小心一点。你刚刚的意思是说你误解警方是做法吗？还是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可能双方都有一些误解了，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了解当时事发当下到底实际有些什么状况。那你们今天现在到底是哪个方法？会不会争议很大？会不会？目前其实我上次有大概在这个忘记哪个采访当中，其实有说过这个项目就是这个计划应该就是会停止。就那个3万块的定机牌，他是说是金友会的人定的，那怎么看？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想大家都有吃鸡排的权利，同样大家也有做这个公益的权利。那昨天你开直播有说没有警方没有保护被害人，那你觉得你这次身为被害人，有没有觉得有委屈的地方吗？委不委屈，我想之后就是交给法律来判断就好了。那但是就是目前网络上所看到的画面，我想大家都其实算是蛮了解完整的状况的，所以大家自己自然会有一个判断。那对我们就是当然就是持续会进行法律的部分了，但是我也很希望就是这个黄伯超先生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就是这个公益活动，好不好？现在很多网友说，就是你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炒作，要不要澄清一下？会觉得很危险。我想炒作应该不会拿自己头上来开玩笑，所以也庆幸，因为我本身就希望把这个公益活动进行完之后，再来看看未来在台湾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发展。那刚好可能人没死，那我还至少有力气可以进行这个公益活动，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不起，你看，那之前想要寻求缓刑，但是失败了。那有没有现在说就是挑动，是因为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与原本的官司案件其实已经看得非常开了，与未来就是法律上怎么判断，就是一切尊重这个司法判决。与这个公益活动单纯就是我希望说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那你接下来在台湾有想要再做些什么？我想这个活动应该会是未来我们最主要会在努力的地方。要找超哥来做这个活动，你愿意跟他携手一起做努力这样？携手应该是不必，但是大家都有这个各自发挥的空间，我想这样够了。如果对方有意愿的话，我是没问题的。所以你已经被打成这样，不会怕？我想，如果用我的命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社会上的暴力事件，我觉得也不错啊。因为毕竟大家可能觉得我本身就该打活该，那也无所谓，就当做赎罪嘛，对不对？被打一打，可能大家对我的怨恨没有那么深。那既然我都被打了，那大家一起来跟我做公益。自己的饮料店之后会推出醋相关的饮料？有，我们有这个规划。可以透露一点吗？你说关于醋的，什么苹果醋啊、蜂蜜醋啊等等之类的。它名称有没有比较有趣？我想这个名称的部分我应该是不用担心，因为各位网友都本身就蛮有才的。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